好日子里非常荣幸可以和各位来宾一起现场见证东航 F 岛高端旅客值机区启用的盛况。这两年来我飞行了很多次，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学习。对一个爱旅行的人来说，你爱上的肯定不只是目的地的美景，更是过程中的精彩。我们都喜欢旅程中的惊喜，从全球领先的新机型到跨洋新航线，从空中互联网到白金卡，从散发家的味道的飞机舱到贵宾室的一碗网红面，我们享受的在路上的节奏，不因奔波忙碌而忘却欣赏。今天我和大家一样，第一次体验 F 岛高端值机区。在我眼里，对这个 F有三层感受。第一个 F 是 family， 我在上海出生，在上海长大，我也从这里出发去看外面更大的世界。感谢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岁月，东方航空上海机场始终给我带来如回家般的温暖。 F 岛的全新启用就像家里又多了一间温馨宽敞的会客厅，迎接全世界好朋友的到来。第二个 F 是 fashion， 走进这里，从设计风格到环境布置，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东航浓浓的待客之道，更能感受到一种时尚、精致、优雅的氛围。时尚是一种态度，无论东航的精英会员喜欢尊崇礼遇，或者青睐随性自然，在这里都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每一次的出发。第三个 F 是 future。前面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现东航在 F 岛服务产品中融入了许多信息科技、生活态度方面的领先元素，让移动互联和智能服务的新鲜体验无处不在。旅行可以更自由、更惬意、更充满想象，成为一次次迎接未来的云端行走。一家卓越的航空公司就应该像这样，不仅为旅客呈现更优雅的环境、更私密的氛围、更温馨的服务，还能永不随波逐流，永不墨守成规，以敢为人先的创想搭建起人文交流、情感互动的桥梁，连接五湖四海之间和谐欢畅。感谢中国东方航空，感谢上海机场和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朋友。从这里出发，愿大家旅途愉快，心想事成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再次感谢。